若是我问一世佛，在舍为国祈书，即孤独远于大比丘中千二百五十人聚。二是世尊时是着衣持钵如舍为大乘起时，与其尘中次第起意幻之本处，凡事起手一波，起足一辅佐而坐。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须着地和掌恭敬而薄佛言，岂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。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，如今谛听当为如说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发摩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是诸事相辅其心，唯然是尊相扶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乱身，若得身，若失身，若化身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非无相，若皆名如无名，涅槃而灭度，具如是一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无相，人相众生相，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身相见如来佛，佛也。
师尊，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，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阿罗汉名为不来，而是无不来。
是故名阿罗汉，须臾菩提云何阿罗汉能走十年，我的阿罗汉道佛须菩提言，佛也是尊何以故，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，若阿罗汉能走十年，我的阿罗汉道即为说我人众生守着世尊，佛说我三昧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地狱阿罗汉世尊，我不做十年，我是地狱阿罗汉。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一时明
界所有微尘世外的风絮平添。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是菩提，如意不能。可以三世而相见，如来否复亦世尊。不可以三世而相得见，如来何以故？如来说，三世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世而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你横跨沙滩，生命如是。若复有人于此行中，乃至手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
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诸日分与和睦，和沙等生不是诸日分福利，恒河沙等生不是
生男子生女人，发摩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云珠云何相夫妻心。佛告须菩提，生男子生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唐僧入世心。是
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于意如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于意如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佛眼。何以故若人言，如来有所
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。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夫子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是名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受持修一切善法界的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记得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说起非善法，是名善法，须菩提。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善王，如是等起宝具，有人知而永不说。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他人出于千福德，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，乃至三数比喻所不能及。
善男子善女人，与三千大千世界虽为微尘，与一云何时微尘中，因为多佛须菩提眼神多世尊。若是微尘中是有这佛即不说是微尘中，所以这和佛说。微尘中，是名微尘中世尊。如来所说，曾见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何以故？手放心。